美国科学家在墨西哥湾2800多公尺的深海里拍到了罕见的大鳍鱿鱼，这种生物最大可以长到6.4公尺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探索神奇的海洋世界，更多的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